思玉，别在那猫的，在那猫的干啥？快点，没敌情了，快点，快点，对，瞅着家伙，嗖嗖的来，嗖嗖的，嗖嗖的，嗖嗖的来，嗖嗖的，嗖嗖的来，嗖嗖的下去干啥？上去，对，嗖嗖的，对。别啥嘛，别瞅，瞅啥瞅？没核桃了，对，吃点开心果吧，吃点开心果吧。那咋的？不爱吃开心果啊？今儿没核桃了，没核桃了，真瞅也没有核桃了啊！对，没有核桃了，你别瞅了，对你别瞅了，你对上蹿下跳你也没有核桃，哎，你就跳来跳去你也没有核桃了啊！瞅着，瞅着大貂毛，瞅着还瞅呢，还瞅呢，还啥嘛呢？还啥嘛呢？没核桃了，没核桃了，你瞅你啥嘛啥？你瞅着，哎呀妈呀！就那晃来晃去的，就那晃来晃去的，不累一声吗？哎，你就晃来晃去的，没有核桃了，没有核桃了，一天都叨了多少个了？一桶核桃都让你叨差不多了。你看，你就晃来晃去，就那晃来晃去，那吃点开心果呗，对，照点开心果。你瞅着，你还瞅还瞅还啥吧？整啥嘛没有了？哎，对你整啥嘛也没有了，要不就喝点水，瞅着，别啥嘛。防控措施落实不力造成疫情传播蔓延的，将依法追究相应责任。本通告自四月十三日起实施。铁岭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2022年4月12日。只有健康的场所才能安心的工作，特殊时期应该少开会少聚集，视频网络手机可以多想一些沟通讨论的工作方式。千万别忘记在工作场所也要戴口罩。抗击疫情，人人有责，同舟共济，从我做起。广大市民朋友们，旅游作为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，备受人们的青睐。人们在旅游中的一言一行，不仅体现了个人的文明水平，更是体现一个地方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。希望每一位市民在享受蓝天白云、青山绿水的同时，善待风景，恪守公德，播种文明种子，共建美丽铁岭。为此，我们倡议：一、文明礼貌从我做起；在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的流传季节，尽量减少去空气流通不畅、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。四、根据天气变化，适时增减衣物，避免着凉，平衡膳食，多饮水，保障睡眠，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，坚持体育锻炼，增强机体免疫力和抵抗力。五、出行时应坚持佩戴口罩，人与人之间保持1米4距离。出现咳嗽、打喷嚏时，要用纸巾、毛巾等遮住口鼻，然后洗手，尽量避免接触。您陪伴我左右，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。妈，饭后陪您散散步吧，对身体好。长大了我能照顾你，孝老爱亲，传承中华美德。疫情防控不可掉以轻心，大家要时刻注意做好个人防护。一、勤洗。喜事缓办，都是减办，宴会不办。婚姻登记机关采取预约登记制度，实施分流办理。五、严禁未佩戴口罩人员进入公共场所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，对拒不佩戴口罩人员，将依法依规追究责任。六、对常态化防控措施执行不到位的公共场所，一律停业整顿。如因防控措施落实不力造成疫情传播蔓延的，将依法追究相应责任。本通告自四月。广大市民朋友们，旅游作为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，备受人们的青睐。人们在旅游中的一言一行，不仅体现了基本道德规范，培育文明风尚，展现文明风采。从自身做起，从身边的小事做起。二、维护环境卫生。吸烟，严格野外火源管理，杜绝火灾发生。做到入山不带火，进山不添，不能防火，人人有责。
传染病的流传季节，尽量减少去空气流通不畅、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。四、根据天气变化，适时增减衣物，避免着凉，平衡膳食，多饮水，保障睡眠，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，坚持体育锻炼，增强机体免疫力和抵抗力。五、出行时应坚持佩戴口罩，人与人之间保持一米线距离。出现咳嗽、打喷嚏时，要用纸巾、毛巾等遮住口鼻，然后洗手，尽量避免接触眼睛或口鼻。天气时节，更客时间，让我们一起静待春色花开。农村。